听讲诶哦，我代志无代志，你莫抓准讲用这个方法来抗议，我就会和你妈妈回来哦。无代志。阿妈，唔是啊，是汤伤烧啊。丁阿姨拄食着底好啊，是会外烧。这个嘞，我要去买。那来那呀，那玲玲也吃多汤啊。汤要老高吼。阿妈，谢啦，是汤真正就烧。阿妈，我拄则有看到，哥哥是超工，把汤超倒。可惜，你莫讲话好无？俊杰，可惜讲的敢是真实，你老实讲，不用讲白菜。因为我无希望阿妈继续美俊豪啊，所以我想讲我安尼做，阿妈就会相信俊豪唔是挑故意。俊豪，你有看无？恁弟弟拢这尼啊为你，你会当继续住伫个你家，是你的福气。莫再想你个无良心的妈妈！来，俊杰，你找妹妹，你去遐耍，我甲遮小清洁。去嘛，唔免甲阮出去哦。我甲伊讲一下话，先出去就对了。来，可心，你去遐耍，来，走，先去。俊豪，但以后若是关系到你妈妈的代志，你要跟我参详就好啊，莫直接去找阿妈讲，较免惹伊生气。跟你讲有啥物路用啊？喂，阿孙啊。小等把车开到楼卡，你再俊豪去找伊妈妈，爱地址我小等予你。好。阿姨，你是安怎要甲我斗相共啊？因为阿姨了解你的心情，我知影你就想你妈妈的，而且你妈妈嘛同款就想你。安尼，敢会害你和阿妈骂？袂啦，放心，阿妈应该是爸爸失踪的代志，已经属较不稳定。我相信伊一定会当了解你想爸爸妈妈的心情。哦，无代志啊，你房间看看者，好落去啊，好。今仔日是你甲拜祖先的大日子，希望俊豪会当好好表现，安尼到时阵我离我的目标也会当愈来愈近啊。是你家拜祖先的大日子，你来早来才找我，是不是那个柯英没让你留在你家？哦，这个傻婆人真是受够可恶的，搁甲我发保证，讲伊会好好照顾。袂啊，我即马一定要打电话哦，甲伊好好理论。不是啦，
妈，今仔日我有甲大家做伙拜公妈嘛，做伙食饭。啊，不过我真正足想你，阿姨，才会叫司机送我过来。所以是你家己走转来找我的。对啊，妈，我已经足久无甲你做伙睏啊，我今仔日敢会当睏一下遮？袂用的。今仔日是你甲拜寿生的日子，你走转来找我是要创啥？你这个婴儿是安怎？叫你不要想，叫你不要想啊！你先把走转来找我。到时阵你阿妈就无甲你当作是你家人咧看下待，只够甲你当作是一个外人，安尼要安怎？哥，我无想要留伫你家，我嘛无想要做李俊豪，我干阿想要做你的后生。我的后生叫做李俊豪，你若真正无想要做李俊豪，你敢不是我有啥物后生？俊豪，你听妈妈讲。妈妈即马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你的将来在做设想，所以即马不管安怎，你一定拢爱想办法，把你的位置翘掉，绝对袂当让任何人抢你，知影无？哥，我一个人真正都孤单的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就好，恁爸爸即马已经无在。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，认真打拼，安尼你们才会当争取属于你的一切。到时阵，妈妈嘛唔免阁受委屈啦。你听妈妈讲，妈妈即摆干那会当帮忙你，干那会当挖苦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，知无？现在跟叫司机先载你回去，以后若是无什么代志，莫阁家己走来找我。妈，这是上尾一届。我敢会当留伫遮睏？等起，妈，等起。这么多钱哦，啊，像这么多，哎呦，哦，你唔通学袂叮当啦，这一凡的啦，因小等下哦，功课来写完哦，下落安尼继续搁拼输赢。哦，这一下，看起来你要破产了呢。这哦，这慧婷的啦，哎，你唔通看呢，人伊这厝边的哦，规排你看会到，这几落栋拢伊的，安尼哦，还佫有机会翻身啦。小等下哦，只要伊这包啊有无，这啊，唔嘛去跋到什么七六八啊九安尼哦，都渡过难关啊。放心，姐嘛，你伫边啊看因耍，你感觉你比伊搁紧张啊？趣味趣味啦。哦。嘿哦，真正歹势呢。哎，你是人家个，你甲我斗生活多些啦。哎呦，讲咩啊，三百，客气啥？啊，对啦，春节，我唔惊你哦。哎，来，这哦护手霜啦，来，
我看你常常咧跟我同款洗东洗西，手啊好好保养一下。免啦，我这面哦拢无咧抹啊，还佫到这双手，我无用啦，你小看。哎呦，无喏，来啊，你哦唔通这么靠说你敢咧条件好，啊是要注重保养啊。我跟你讲，迄查甫人哦拢是视觉动物，爱随时维持一个上水上好的状态。啊，若无，你人哦可能有去外口又互你加油怪去。袂啦，说明伊唔敢啦，而且伊唔敢乌白来啦，了我这用无啦，来，小，就算哦，无为着查甫人，啊，家家己个维持啊水水，家己看嘛欢喜啊。哎呦，小姐小姐，免啦，我甲你讲真正免啦，你听我嘛是。哎呦，哎，出门啊，啊，你看，哎，你也平常用吼，啊，就快用啊。好，多谢。来来来，静华坐啊。哦，哎，静华，哎，那我们过来坐啊。啊，都陪囡仔吼，来你了佚佗啦。好好好好。来，这边啊。来来，坐。好。来，小爱来来。哎，恁食饱未啊？我的饭菜打小起来，要甲你烫熟，恁食。免啦，食饱啦，阮食饱。嘿。哦。啊，这个员工吼，还佫真大牌吼。啊，下班来过来，头家送你顿诶。哦。阿姆。下班哦，我就不是个头家啊。妈，这个时间吼，伊个新闻哦，甲较早同款啦，是出门的同学啦。哦，安尼，安尼哦，哎，好同学，拜托一下啦，甲阮兜这个小家姐，哎，情绪爱控制一下，每届哦，甲人讲无两三句话，都安尼甲人冤起来，哦，死狗哦，心理无公平哦，颠倒去得罪一堆人。哎。你是比我搁了解树仔个性嘞，迄若毋是我伫边仔斗相共吼，早著甲零售商吼拢得失了了啊！对，你上个，你上个臭蛋。哎，孙梅，伊讲的是真实的，我遐个零售商哦，拢是安达好势，你会当嫁予遮尼有才情的人婿，真正是你的福气哦。有听无？有听无？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拢毋知恁翁的优点啊！哎，啊！恁公公是啥话题啊？拢写了啦，写了吧。哎，你笑，你笑。啊，即马是轮到啥啊？应该是雨杰啊。啊，伊已经补上啊，即马换慧婷啦。啊，我也无钱啊。啊，我借你啦。你拄则毋是一直讲要让慧婷补上吗？即马阁借伊钱。啊，家己人不要紧啦。哥哥，我拄只破产时，你无借我钱，我是你妹妹，我应该才是家己人吧？啊，莫这么计较啦。是啊，雨姐，以后慧婷若甲一凡结婚，伊两个的感情就比你较好个呢。所以一凡借伊钱也是应该啊。你莫白讲啊，我就无想要嫁予伊个。你要嫁，我无想要娶你。我可敢。